times。他打中两枪，他说。就算他是外挂，他也需要地方打血。那跑地底下去了，打血去了。只要你们抓到他在地底下打死你这个这一圈，必封。他不敢，他不敢在地下打，必封。哎，你们后面，西南西下面树后，树后。那个细的树第二棵，对，就在那后面。他可能已经遁地去别的地方了。他要是蹲到地底下，他可以在地底下跑吗？可以跑。那他突然就趁你俩不注意的时候，突然跳到你俩背后来蹦。可以，很正常。他是不想杀，知道吧？他是想玩他俩。你看见没？还跑得跟你妈车。他跑得跟你妈车一样快，那个光。打了两枪，他是想玩你们，他是想玩你们，把你们心态玩崩。打死了，把树后，树后，南方向，树后，就第一棵树后面。你们这边第一棵树。哇，太棒了！不要站着不动跟他点，不要站着不动跟他点，不要站着不动，跳着跟他点，他这种苗头。一直跳着跟他打没有用，跳起来也没用，反正你枪不能跳，他打不到，你看到没？他刚才跳打不到，他全打在地上，他是苗头，跳的话打不中。他那边刷毒了，又没了，又跑地下去了。比利要打血，比利，你帮比利看他一下。嗯。比利 HP。站着不动不去打单排啊，站着不动的话多好，防御单。他没血了，但是他这会应该蹲地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石头后面，西北石头后面，你西北这个，对对对。哎，